南投染草顿时了不过快乐一件专门买客家产品的实体店哦。店地投入全国各地客家种类的战斗商品，消费者都取得安用动入特色。业者出讲，希望打破开店，民众会对客家产品如汉纳深嘅认识，也帮助下到客家种嘅产业发展。每把伞，它的画都是工艺师画的。上细小个点多个产品，对每种个季节都天然个切产品，包括膝盖、用盖、脚盖，就会对全国各地各种来个经济产品。人像多样特色，还满足消费者个需求。很有特色，客家特色的一些，保有传统的一些展示的东西，然后再加上一些精美的一些包装，发现，原来，就是这么感觉很不错。这是我们心目中的客家，它其实有很多巧艺精致的地方在里面，只是我们要想办法去让它说可以更广大的去曝光，那也是帮助这些客家的业者能够有一点成长，有点帮助。虽然受尊敬没客家充当平静，不过业者没看到冬天的消费实力，同时没从台北长期推出名路行销的经验，专门做起实体的店面来做推广客家的蔬菜，一样规模更大。像南投一样，你看吼，像来给那里有来喂啊你啦，抢着这个机会，然后来做一个驻点的动作，然后也是一方面把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我们实体能够推广客家产品、客家好物的一个据点，这样子。除了就介绍各项产品，业者也透过创意、用极这条食材研发出气泡饮料。希望古道传统又有创新，红酒文化特色又空气的甜点产品分享本台家。客家新闻李鹏琪南投报道。